今天这个185高富帅就喜欢发傻有神秘感的女生，必须拿下。你是来相亲的佩奇吗？见到你很高兴。他说他见到你也很高兴。啊。他说他会读心术。真的假的？但是他只能读自己的心。我的心在说我喜欢你。0.5秒后，我将被你拥入怀中。哎算来是我自己攻略了，你自己猜还能怪我，还不如多挖几个宝箱呢。哎，我看你进来一直就玩游戏，这啥游戏啊？哥哥，我不会，你带带我呗。上啊，大哥会不会玩啊？大哥啊，哎呀妈，真气人呐！你可呀，能不能行了？王姨，你给我介绍个稳当点的、帅的，这今天又跟别人跑了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王姨，你也没跟我说这是个植物人啊。这个行不赖，好，过两天先去洗了它。我谢谢你啊，还养成系呢。打扰了啊，哥们儿。